正常的问题可以问，不正常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吧，我不会回答的。欢迎夏哥哥，那你真的要小心呀，你小心你身体啊，告诉你。欢迎遇见，欢迎遇见。连打到几号？我不卡吧，应该。连打好像到月底吧？怎么了？现在好像跟严打也没啥那个没啥区别吧，好像。欢迎叶子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几号。欢迎老高，你说谁不敢浪呀？谁不敢浪呀？欢迎 CC。
潜水的小哥哥可以出来聊会儿天呀。我应该已经下热门了吧？我看不到了。欢迎小米，蜡笔小新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我担心你的身体，知道吧？欢迎小五。谁告诉你的跳舞就热门了呀？我的热门是固定的。欢迎帅哥哥。已经跳完了，不跳了。你们都不给力，今天的小哥哥都不给力啊。欢迎帅哥哥。你干嘛还点了关注啊？欢迎零度。